车公庙站，是屯马线去博物馆的站。 A 出口按指示牌向左行过一道桥，跟住再转右直行，就是我们今日介绍的香港文化博物馆了。门外有几个经典漫画造型，是预咗俾你打卡的。首先，我哋睇下粤剧博物馆，少不了用电影介绍粤剧嘅发展史。佢播出由50年代至80年代嘅粤剧同埋电影。還有服裝、場面、道具等演出，全程還可以拍照，但是不可以用閃光燈，還要戴口罩的。金融館都不可以錯過的，当时报纸每日都刊登他的长篇小说和插画，还将金庸的武侠小说拍成电影。他的介绍唤起我不少的童年回忆。有个俄罗斯皇家珍品展，古董的展品还保存得很亮丽，还有导赏员为你讲解。有个赵少昂画展，除了作品欣赏，还有教学示范，你可以在那里消磨半日的。还有个版画展览，介绍作品和制作过程、道具。